基隆市中山区通淮宫特地举办捐赠爱心米的活动，针对仁爱、中山以及安乐三个区内的中低以及低收入户，总共971户，在中山区西华里民活动中心致赠白米，抛砖引玉，希望让基隆市成为有爱的城市。咱以前愿做一碗，比如再来欢迎关公，凝聚爱心的精神，啊，至于社会共振社会呢，也是咱吉良市关怀中不管的见证者。所以讲呢，希望借由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个效能，把咱吉良市呢，啊，变成有爱的这个城市。所以讲，特别来欢迎这届的关帝的来办。包括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廷市议员以及中山区公所区长徐雅文也亲自到场参加协助发放，也感谢通淮宫的爱心。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